那么就可以，你要点什么点一下讲，我没看点咩。笑起来讲，你问到我口笑了。哦，谢谢多。一个外包商去中广又不能卖药，一起被探赏。我们卖联谊卡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们就专推那种单身男女联谊，基本上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没有。